Oh my god！ 炸酱、大猪排，很漂亮吧？很漂亮。今天3月24日，我们要去那个釜山。釜山卡米拉，希望可以看到萤火。对，因为看网络上的那个 Instagram 那个萤火好像已经开了。对。然后我们两个人拖一个行李，觉得很方便，机票又很便宜。对，机票居然比巴士便宜耶。对啊，很夸张。巴士来回大概要5万多块，然后飞机单程就要5万多块。没错。可是飞机来回45000块，超便宜。那我们要去搭那个机场巴士，要搭到那个金浦。我们刚刚 check in 完毕了，超快，非常之快。好久没有坐飞机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国内线的机票，就是一张纸，就是一张纸。对，一张纸。我好像搭廉价航空都是。乐桃也是。乐桃也是。很动漫。你要吃吗？这是什么？无油生苦。对，可爱啊。就是各大超商都有卖这个香蕉牛奶，还有出那个奶茶口味，好棒哦！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喝，我们去釜山的时候再买来喝。只是去上一个厕所，然后我的行李就被问说：“哎，是不是你们 Katie 是不是绿色的？”好像整台飞机只有一两个人有自己行李。三，这是金海机场，我第一次来这，神奇哦！应该是国际线，看到吗？哦，要去坐什么轻轨？上面那个。轻轨。Yeah。上面那个。我们一到，我们要去咖啡厅，结果不知道还在山上。我们正在爬山。叫我爬那个坡，那个一下。啊，好累哦，天啊！请问这咖啡厅是谁找的？是我找的。好累哦，而且好热哦。等一下，要把毛衣脱掉。春丽是谁？天哪，你不知道春丽吗？小红豆吗？我是熊马尾。什么东西？花一样的我，请帮我上韩文字。花一样的我，郭晓龙是吗？对，笑死宝宝，一直不准我笑太开。现在在广安里，已经到广安里了，然后我们要去 Airbnb。我们订两晚才多少钱啊？对，两晚才一个人1500，超便宜的。虽然是我们是13楼的高美景台，虽然风有点大，可是这里超美的，你们看，哇，哇，这可能要，哇，吃肉变神秘的，哇。太赞了吧！天哪，这是我们的民宿，我们的 Airbnb。哎，厕所也好干净哦！天啊，开箱一下，这是我们厕所，可以塞进去，蛮简单的，蛮干净的。那个是热水器吗？干净哦，一起进去吗？好。耶，非常大的房间。正常2碗辛拉面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双人床跟一个单人床，好大哦，好干净哦。给你们看，这个窗台也太美了吧 ！Oh my god， 露娜，你看你超美的哎，哇、哦！等一下应该要坐着这里拍照，啊、天哪！
该不会这边全部都是海鲜洞吧？只有这一栋，这个是海鲜。感觉旁边也是。我也觉得哎、欸，感觉有啊，他们个古意什么的，烤肉店什么的。哇塞！啊，然后还有电视，还有水哎、欸。太棒了，好便宜 ，CP 值超高的。CP 值真的很高哎、欸，在这边。哎、欸，里面是清洁用具，要给我吸地板啊，换我们头发很多哎、欸。笑死。真的，还有化妆台哎、欸，各位。在这带也有，都有哎、欸。对啊。时间算比较久。哦，可是也不错啊。然后它还有这个我需要的离子夹。真的吗？嗯，在这里还有吹风机，也是很好的哎、欸，吹风机也是很好的吹风机。我想要买你最喜欢的手拿镜，笑死宝宝。然后还有这个我想买的这种化妆台，哇，哎，不错哎。章鱼、虾仁跟肠，那个烤肠、南菇蟹，人家好好吃哦，小菜好多。这是这个，我不是。五。有烤肠、南菇蟹，然后跟南鲫、章鱼。然后 C5 这个烤肠拿过 C， 嗯 ，C5 是虾子，哇，超好吃的，超下饭。太饿了，太饿了，是我们第一餐，第一餐，真的。这间店叫做 Kimchi， 蚂蚁家，蚂蚁家，嗯，很好吃，推推。我的，很漂亮，晚上开灯了，蛮漂亮的。噔噔噔噔噔，给你们看晚上的那个景，哇，好，哇，超漂亮的，给你们看，我们的房间是可以看到整个广安里的大桥，好美哦，哎，有人在放烟火，说，对，那边咻咻蹦，这叫炸鸡，等一下炸鸡配这个夜景还不赖吧。이가진님 임창정노래들어주세요 이가진님 내가저지른사랑들어주세요 나이스 要好好跟他沟通，要理性沟通。他怎么这样子啊？够爱吗？够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。안녕，我是이영。安妞，我是露娜。我们今天来吃韩国炸鸡，吃哪一些呢？吃 Nene Chicken， 我最喜欢的 Nene Chicken。Yeah。哇，超多的，超多。我们是吃，这要中午吃。青阳辣椒美乃滋口味。对。这个。看到吗？
我们不是专业吃播，我们就是试吃而已。好，我给思密达。我想先吃起司球。好，看会不会砍戏，看会不会砍戏，看到。吃播的感觉，我们是不是？冷掉了，上去。嗯。不知道大家喜欢的炸鸡是哪一家？对啊，我好久没有去那家，我比较常吃。美西看了，美西看了很好吃。美西看了的那个奇多口味超好吃，他家很常出奇怪的口味。对，最近有什么？拿铁，拿铁，对，咖啡拿铁口味。大家如果有想要看特殊的口味炸鸡开开箱的话，在下面留言。对，我们考虑二零会买来吃。我考虑一下，我怕我不吃，要换吃。哪一个？对，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？一二三，鸡翅。跟我一样，酱本身对我来说，哇，洋葱好呛。我们吃不完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太饱了。真奶还没喝完，对，炸鸡没有吃完，一堆可乐也还没有喝完，还有这样，有没有这么肉呢？我们投降，我们明天再吃呗。对，差不多要来去准备卸妆，对，嗯，再见，拜拜。I see the moon, buckets of water, millions of clouds, miles of road just to